现金比较实在哦。多此一举，我觉得发现金比较好。现金享受你啊，对吧？还是现金比较快，倒不如你就是现金多花，就是多发一点，比较实在。当然是现金比较方便。我觉得是一个扰民的政策，我觉得这个政策实在是太烂了，直接发现金就好了，既省力又省钱，不要做再不要做这种就是扰民伤财的事情。现在大家赚钱都很辛苦，还在做这种的，就是我觉得这个政策实在是太烂了。对，反而不如现金。对，我觉得不如现金。因为现金真正想要帮助到老百姓的话，他真的想要救济到老百姓的话，就直接发现金就好了，既省力又省钱，不要做再不要做这种就是扰民伤财的事情。我们可是有些人根本就连1000块钱的那个现金都没有，好不好？他到底是想要帮助老百姓，还是说想要去打就是增加老百姓的一个负担？去年的那个3倍券，那时候获得的效益您觉得大？增加很多的麻烦了。有的人有些人他就是我们也有刚开始也想不想收啊，对，就不想收。但是外面你不想收又不好做生意，对，就要准备很多零钱，对，或者是说去还要去说服客人说你能不能凑个整数还是怎么样，对，就会变成你在做生意上更增加困难。因为有些客人他可能说哦，你还叫他再凑个整数，他可能就不买了。常常做一些这样子，就是打着照顾老百姓的这个名声，然后其实实际上的政策是没有这样的。你消费券出来，等于是很多餐厅他们的活动会更多，但是我们这种小店，我们没有那些活动，他们有可能把消费券拿去餐厅消费，他们会有多的优惠，但是我们小店他们并没有这些优惠。生意上也是我觉得没什么差，对我们这个没太大的差别。我觉得对大卖场或者是百货公司应该会有比较多的差别。因为我像我去台中买东西，你买衣服你用消费券再多打了一折下来，对，但是我们这种店不可能，所以我们收的消费券其实真的很少，所以我觉得现金比较实在哦。不找零的话，就是也没办法，就凑到满了。要不然就是买多一点，多付钱这样。多此一举，我觉得发现金比较好。现金上好呢，对吧？我嘛感觉现金就会较早的现金出来嘛是开掉，因为即摆大家经济拢无好，人会较会消费去消费掉啊。你烦恼讲民众会讲是欠起来，我开到可能。无可能，较无可能，伊一半个伊会欠的嘛是会开掉，钱哪可能会中的？使用率。也不是很高，对，可是对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啊，对对，至少大家口袋有钱，你要买块，因为他们可能比较容易凑齐那个金额，500块的话，有时候觉得会太多，变得要找零的话会比较困难。如果他要使用的话，如果他要把用掉的话，他会觉得比较困难啊。有些人还是直接掏现金比较快，会存起来的人还是会存起来。会花的，用券的话，他一定要用掉；如果花现金的话，有些人会存起来。你发券的话，他一定要用掉，他一定会花掉。啊，你发现金，他不一定会用掉。被券的那个经验的话，我最后都是缴学费，小朋友的学费用掉。你也懒得去换现金。对，也懒得换。对，因为手续比较繁杂。零纸张的话，是大家一定会去消费。那如果说以现金呢，是比较，就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，他们没办法去说用信用卡那之类的，他们会比较方便。所以其实都有利弊啦。其实我是觉得都有利弊，还是现金比较快。为什么？那就是方便啊，就你要去消费什么，你都不会限制在某一个说有什么哦，比如说哦，有一些店家不收。觉得他们不方便，这样子。但有时候乡下的话，就有一些店是不收的。但都市的话，其实他们都收了。但只是说又不早了。对，徒增就是他们还要去兑现什么之类，他会对他们是一种困扰，比较浪费。那如果说不如把这些钱回馈到说医疗体系那些护理人员，把这些钱
补助给他们，我就觉得是最好的，才是真正的把每一笔钱花在刀口。对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子最，因为最近医务人是真的很辛苦。我觉得怎么样？我把那些钱是用到回馈在医护人员，我就觉得把那资本的钱回馈到医护人员是最棒的选择。因为我觉得印刷的钱是没有实际上对经济上有什么效果、啊。但如果说你发现金的话，你是直接到每个人都可以去花，想说你想花什么，或是说你想去旅游什么，你都可以。而且可以去照顾到每一个行业。对，不是说只有特定一些行业，像一些小店面，像阿公阿嬷那个在路边那个根本没有照顾的。对啊，但又到时候又徒生假券怎么办？对，我是觉得是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就觉得店家光找零就花了就。可是他又觉得不找零，他真的是蛮忙，就是对。双方面都是蛮矛盾的事情，对呀、啊，我觉得还蛮浪费的，我觉得直接拿现金就好了，因为花费那些倒不如你就直接拿现金比较好。你需要让民众消费，是不是直接拿？对对对对，就是比较实在啦，对啊，啊，因为你消费券它花的都是固定几家那个商店而已啊。啊，像我们这种商店就比较没办法。可以，你那笔钱你就倒不如你就是现金多花，就是多发一点，比较实在。对啊。还是说，甚至说去援助去。还是说资助一些比较贫困的，还是什么的？对，就是像现在疫情像这样，经济比较不好嘛，然后你可以发给那些比较困苦的人。我会觉得发现金会比较好，因为你印刷那个还额外多付费。然后额外多付费的那个，反而再多给人民一些福利，反而会更好。因为你印刷好钱啊，可是那钱还有额外一笔费用，不是吗？所以我就觉得说，他发现金就不要再印那个额外的印制那个费用了。而且他不是一点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很多的。对，我将近30亿。对啊，我认为把这30亿省下来，不如发现金比较快。